当当当当，冇粮出，照翻工，义气哥现身。作为喺公共图书馆工作嘅外判工朱先生，因为所属嘅泰汇亚洲有限公司突然停业，立即加入失业大军。不过佢话为免公共服务受影响，照旧去到屏山天水围公共图书馆翻工。下星期先去劳工处聚欠薪，难怪网民都话你够晒狮子山精神，够晒义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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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 ONTV 的网电视新闻台报道。